我求求你，我只要天生，我不能没有他。哦，原来你在吃醋。哇哇哇！你有没有他？可能你给我吃了，我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。我也要，我只是觉得胸口闷闷的。小朋友真可爱，结婚后我最想要生三个，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小孩，当你老了，你孩子不照顾你，你怎么办？不要在这里这么多废话了，阿公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说报应，报应马上就来了。知心人，今天晚上9点8频道。